跟大家报告，六只寥寥飘飘和充气壮志大明星又得放台风假了。因为受到轩岚诺台风的影响，位于爱河湾出海口的六只 IP 装置受力特别明显，因此目前已进行消气还有平台保护相关作业，预定9月5号跟大家见面，也期待跟全国的观众一起度过愉快美好的中秋佳节。